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新裤子。你现在收看的是 MOGO。 当天那个演出非常，就是因为去的人非常多，而且我们那张专辑的歌基本大家还都没听过，所以说就等于第一次跟大家见面这些歌。而且有我们的电影的首映，而到所有的演职员都到了，非常难得的一个演出，反正，所以呢，生活是最主要的，所以我们拍的都是真实的，就是折腾嘛，其实最自然的特别好。如果要是让你特别生死记硬背，比如说啊，这个你要这样，如果就这个戏就没有办法看，所以就是越自然越好。年轻人有眼光啦，这是我发的最成功的一部作品啦。那位美丽的发廊妹，逍遥小姐。大家好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演，那会儿还比较年轻。刚来是吧？刚来北京。没事，这边都熟，你要在这边看是吧？有事找我。然后别演得不好。那会儿比较什么？年轻，比较深色。年轻。对，他刚从国外回来，所以啊，年轻啊。你这个这么严肃的场合不能骂人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能骂人。冰叉叉，啊，黑叉叉和叉你妈和你妈叉都是一样的道理。欢迎冰太生。我看你们电视广告了，啊、我特别喜欢你们产品吗？哪一系列？对，那种红的。哇！掌声啊！掌声！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太丢人了。那个换裤衩那段，就是我自己看的时候，自己都出了不少汗。然后刚才我女朋友在下边看着我发的短信息，我一看，哈哈，在震动之前，那个大家细心的话，如果看得清楚的话，能看见那个我穿那个红裤衩之前里边穿了一黑裤衩。那黑裤衩没好意思脱，我一直以为那是你露的毛呢。那是黑裤衩是吧？那是黑裤衩，不好意思。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是我们刚才这个片子里面的厂长的扮演者。因为你是厂长，我比较尊重你，但是我是艺术家，我有我的艺术追求。操，他怎么不好了？谁能画成我这样？那是写错了，还好呢。来自新疆的朋友，啊，李守刚先生，哎，来，哎，大家好，完了，该主角之一上场了，庞宽。这样真好，永远在一起。又不让你颁奖，你庞宽我就不多做介绍，他自己有话说啊。来，庞磊导演太不够意思了，这片里还不让我演男主角。第七代著名地下独立导演庞磊，拿一骨灰盒上来干嘛？这是我们崔一位吴京辰影帝准备的一个奖杯，因为他跟我们干了这么多年了，一分钱都没拿过。这是由丁太生亲手绘制的一个汤匙尿盆，然后非常珍贵。
然后我咱们献给我们的影帝吴敬晨。先有的这个应该是先有的这个词儿，先有的这个词儿，然后这个词儿有了这个词儿以后，其实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怎么去一个故事一个构思，然后是慢慢往里头那个添加的。有了野热爱这个标题之后，我们想做一个类似的那种什么金刚什么这种的片子，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猴子，希望是慢慢的往下走的时候，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，就并不是那么我们喜欢的。其实我们真正喜欢的还是那些比较，怎么说，就像那片子里表现的比较平民啊，然后比较大众，然后就说看起来比较那种跟生活比较近的感觉更好。然后整个那个片子也是一个就是国产的感觉，就是因为大家一直在说国货，其实真正的那个国产片其实还是第一个应该。应该还可以找到野人，努力吧。这次也辛苦了，不辛苦，为了科学。其实那个就是一个 intro， 因为其实整个那个就是在那个出标题之前那个很长那一段，就是讲就是庞宽和吴敬晨，然后在山里边那个考察的时候，对，那个其实是一个 intro， 就是说有一个点，简单是说这个野人有一个渊源，就是可能有这么一个意思，因为他那边里边确实发现野人了，讲的是比如20多年前的事儿，然后后来到丁太升其实就是今天了，可能完全就断片了，没关系。然后那天然后到山里拍的时候，由于那个野人的那个服装那时候还没做好，就是后来那个片子里的服装没做好，所以就到那天的时候，到山里拍的时候说没野人，说这怎么办呀？后来有一个朋友过去帮忙，正好，然后后来就说那你脱光了在山里边跑吧，我们就拍你。后来就那朋友就在山里边脱光了在里边跑了几圈，所以但是都有树挡了，所以看不太出来，感觉是一个人在跑，就是。哎，教授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像是猿人，我们快去追。哎呀！我们其实选了好多演员，就是之前因为但是都没有人就有那个气质，就符合那片子里边气质，就是其实他就是最适合，特别特别本色，他就是那样的，就是那感觉，因为那里边讲的就是一个就是那种比较好文艺的，但是那实际上就是生活又相对比较苦，然后他们可能从那个外就是从那个比较偏远的地方，然后到了大城市之后，然后遇到的这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，其实我觉得特别符合那个黑刀的这种真实情况啊。因为我这不是农场出来的嘛，然后就本色，特别本色，那种傻了吧唧的那种骄傲劲儿，土了吧唧的啊，对，特别现眼，然后就觉得特别丢人。我肯定是不能给我爸看这个，就丢人，已经丢到我们老家了，特别丢人。就我那身材还露呢，丢人，姑娘们，对不起了。其实那个所说那个独立影片的话，就是意味着资金会比较少，这样会比较困难，所以你在那个拍的时候，就是尽量需要跟演员多做一些动员，因为实际上这张没有太多收益，因为拍这种片子，所以你一定要让演员觉得高兴。其次的话，就是拍摄的速度就是一定得快，就是不管去什么地方，因为其实你如果资金少的话，没有一个好的制片的话，就是好多地方很难控制，就经常会有那个不好多地方会不允许
拍摄呀之类的这种情况比较多，所以尽量那个是就是速度快一点。所以那个像我们去好多好多地方，就是都是那个就是非常快就拍完了，就是就比如等这个地方的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其实已经结束了。然后这样就是而且效果也会非常更好。就对这次一样没有能通过审查，嗯，野人外这个电影，但是大家如果细心的话，其实马上也会看到这个片子。嗯，我想那个就此罢手了。大家老说这个做乐队非常地下，其实做电影我觉得跟乐队一样的地下。电影就不知道说什么呢，挺好玩的就。嗯，挺嗨的，嗯，挺好的。虽然说感觉刚开始看有点粗俗，但是慢慢看是挺现实的。我觉得他们的假发太逼真了，很现实的问题，然后比较讽刺一点。啊、很搞笑，也很有现实意义，就是写的现实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事儿。我觉得有印象，一个好像狗熊一样的东西在那儿跑。I think it's interesting, but I don't understand all everything that's going on. Yeah.但是呀，很有意思。嗯，挺有幽默感吧。新裤子，你们很棒，谢谢。